用电报检查单。大家不用担心，请把安全带系好。成都，成都，四川8633，请讲。我现在封岛了。我相信常建的，他肯定能把飞机给开回来。请相信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有信心，有能力保证您的安全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就是为了能保证大家的安全。这也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这架飞机上的意义。